大家好，我是小凤，欢迎来到美美美养生。养生是聪明人明智选择。今天分享康复腰间盘突出两组动作，这两组都是站着的动作，一定要度过急性期，就是疼痛缓解后再做。第一组动作，我们每天可以在家或者公园找一个能扶的地方站好。假如你能扶的是一面墙，我们一手扶墙，保持身体平衡，上身挺直，下面单腿后翘，用另一只手摸后背脊柱，感觉非常紧绷，这就是拉伸筋骨柱突出的地方回位的时候，也是提升我们腰部肌肉的时候。我们仔细看，腿不能成直角，一定要保持一个弧度，脚尖伸开，脚尖不能松，坚持大约几十秒收回，再接着做到五次，一次，两次，三次，四次，五次，左右都是这样。腿不能成直角，一定要保持一个弧度，脚尖向前伸，脚尖不能松，坚持大约几十秒收回，再接着做到五次，一次，两次，三次，四次，五次。做完我们会感觉整个背部是发热的，腰部也发热。做完再做第二个动作，用手搓热大鱼际，搓热大鱼际，双手在后面轻轻拍打3至5分钟，然后再搓热大鱼际，双手扶住腰，这样头不动，脖子要松，不要紧张，腰是后弯，腰是腰后弯，注意不是头向后仰，后弯腰幅度不要太大，保持几十秒，再回正身体，继续再做到五次。这个动作不仅对腰间盘突出好，对颈椎也好，只要我们每天坚持做，一定受益。今天就分享到这里，谢谢观看，下期再见。